哟，我应该。哟，我应该，其实应该刚才应该，你别不好意思了，今儿主要就是让大伙儿聊聊你的故事。哟呵呵，啊对对对，没有必要不好意思，来来来，你往前点。哦，哎，好了，哎呦呦呦呦呦呦，你别不好意思。抬头，聊聊你的故事。抬头，行，好。这个本来也是今儿也没想播，因为反正也快那个也演出了，然后这个刚带这个我们家这个。猫看完病，然后这个回来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跟大家这个聊会儿，聊聊这个宠物方面的问题。我也向大伙儿取经，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咱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猫啊狗啊一些这个知识。因为最近随着这个，我老觉得这个猫啊狗啊这年龄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咱们应该怎么好好的这个。把他们身体弄得越来越好，这也是我比较这个发愁的一件事。然后本来今天应该是跟朋友出去一块待一会儿的，后来这个突然我们家这小猫啊，这个其实也不算小猫了，一白白哪儿去了呢？白白哪儿去？白白，然后这个突然今天有点这个上厕所，小公猫，它这个7岁不到，然后这个今天上厕所，也就是它小便出不来。大年初三的时候，其实带它去看了一次，然后说没什么事儿，然后今天又有点那什么，然后我妈担心，然后带着她就去看了看，然后最后检查说你怎么着，我碍你事儿了是怎么着？对，老大不乐意了，大肥仔，这是一个，是不是大肥仔？听这声音，是不是肥仔？哎呦呦呦！你咋这么肥了？现在减肥啊，明天开始减50斤，好不好，大四？又一提减肥的事看我了，哎呦呦呦！啊，我，这个，对，有人刚才说了，他说可能是个是，说可能尿闭，但是呢，他还现在还牵扯不到这个是这个尿闭了呢，是因为他现在是这个膀胱，然后还有这个。结石什么都没有，都是正常的。完了，这回带他去的第二个这个医院，人说可能有点他这个有没有懂的？他说他有点这个膀胱结晶啊，就有那么一点点，然后得吃药。然后说吃药，这个也得，也不是说这吃了就马上就好的，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有懂的吗？膀胱结晶说，反正要是就算治疗。就是现在也没有必要手术，反正治疗呢也就是吃药，没准人说这照着3月半年这么吃。这是一个，然后反正要打针呢，你要连续打也得打个差不多1星期什么的，反正就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的。反正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绝育了那肯定得绝育啊。哎，是不是这个从小就养就养猫养狗，我打小就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你说的这个真是他一病了以后啊，真的挺让人这个操心的。
有时候想着这个倒没结石， X 光做了，然后这个 B 超也做了，反正就这么点事儿。有时候想着从小你说养他了吧，对他就得负责任负到底，是不是？要不咱就别养。你说这玩意儿得一有点小动静，弄得还挺心疼。你们能看见那还躺着一只吗？看那眼睛亮的那只能看见吗？这还躺着一只呢，看见了吗？看见这还有一只了吗？躺在这儿，看、啊、还画圈的这个眼睛大花儿。眼睛那么亮呢？没有，我叫大花呢，没说你是好，你是好思思，你是好思思。我看这的毛怎么这样？奶奶没给你梳毛？嗯，哎呦，这怎么一这个呀？这都绞了去，这得毛都结打结了。我看那边，我看你们这家里养的宠物有那么拧的吗？啊，我们家这动物怎么一个个的性格都不太随我？你们不是说宠物应该这个？随这主人嘛，我们家这个，你看那边那躺尸躺那个，看了吗？看那个，大花子，你在那儿也能瞪我干什么？过来，行行行，还不理我，还不理你呢，什么玩意儿？这个，他反正现在你们有懂的吗？这个说是膀胱结晶，反正就得一直吃药，然后这个反正也具体说吃药吃到什么时候能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时间，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哎，真是，今天我给你们看一眼这个，因为他我才直播的这个主人公啊，我让你们看一眼这，因为今天刚打完止疼药。刚才刚打完止疼的针，他可能应该挺难受。拜拜，你折腾我一天，你过来，来，你过来，让大伙看看你，看看这个病友，来，过来，我来，哎呦喂，哎呦，真知道，哎呦，丑东西，看了吗？今天就因为他病了，看这肚子，做 B 超，俺给剃了毛了。你好点了吗？现在，打完针以后好点了吗？一会儿尿尿完了我看一眼啊，尿出来尿不出来我都得看一眼。你跑什么？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因为你啊折腾我一天，打个招呼。你看倔强的小表情，看到了吗？就这德行，倔强不倔强？行，你别跑太远，我正在给你那个问你的这个病情，你别跑太远啊，就在这待着，卧在我身边，让我看着你啊。我在这儿过来，啊，没说你，你挺好的啊，你一直表现很好啊，我，哎呀，所以这个，哎，别哈他了就，哎呦，我们家整个就是一从，都是我跟我们家老太太找的麻烦，这个当时，这个有大四养大四的时候，应该是09年还是零几。零几一啊，不是什么09年，说错了，一二一三吧，那会儿有的大思思，然后养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叫大思思呢？我们家这个，因为我这个本名里头不是有一个思字吗？然后就说这个养一大闺女是吧？咱怎么着啊？给起名吧，给起小名哈。就像我这小名萌萌似的，然后就给我们家这小宝贝儿起一个叫大思思。哎呦，当时我跟你们说，我这头一回养这么大的狗，这阿拉斯加，才发现这性格一点都没随了这个，不知道他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狗。我的天哪，他从下楼梯，这是我教他的，下楼梯不敢下。你看，哎，伸懒腰呢，还你们可能看得见吗？傻了吧唧的，一天到晚的，这个下楼梯不敢下，教他下楼梯，然后教他这个什么，就是出去玩去。他那么小的时候，肯定都愿意跟大狗一起玩啊。大四老被那个咱那会儿那院里那个大狗撞你，是不是也是阿拉斯加？然后后来就想着，我们得报仇。然后没过几天，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就长大了。我给大四抱回来的时候，
大四报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就是差不多得有四个月，得这么大了。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发，你们看看大四那小时候那照片。然后结果哎，没报回来没有多长时间，细小，天天咱们看病去，有没有这事儿？天天打针，有没有？亲一口，给个面子，亲一口，这亲一口，哎，你看我们家这狗就这么拧，看了吗？就这么拧，就不亲你，你有辙吗？一点招都没有，亲一下能怎么着？哎，然后这个带完了，刚回来没多长时间，大四次就细小了。细小以后就很严重啊，当时很害怕，然后得亏家门口有一个这个拜拜，不许舔，别舔，不能舔，你就给我卧那儿，让我看得见你。吓跑，看大四正脸，大四，然后刚才没说完呢，然后就细小了，细小了以后呢，尾巴跑进去了，细小了以后，然后带他就去打针嘛，然后得打7天的针。你们有养狗有经验的，你们都应该知道，反正这玩意儿我是有经验，猫也有经验，但是没想到白白这回得这个膀胱结晶，我真的这么多年，我都活这么大啊，活了24了，我真的头一回觉得这个猫还有这种问题。这个膀胱结晶是一什么样的？反正治也治不好，看又去舔去了，看了吗？看了不听话的玩意儿，拜拜。没事，我说他呢，没事，他老舔。啊，回归刚才的问题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就他，就这个货，大思思。然后细小了以后，带他打了7天的针，第一天下去。还能推着那个车，让他坐在车里头，啊，不是，第一天还能带着那个筐，还能弄在筐里。第二天筐进不去了，抱着吧。第三天抱不动了，就长得快呀。然后就是开始弄了一个兜子，兜着他，然后开始发现两个人，我跟我妈拎也拎不住了。然后我妈跟我爸带他去第四天，然后发现老太太老头肯定更弄不动他了。咱买菜，老头老太太拎着那就是那车，底下有俩轱辘，让他趴在里头，这么一弄，他自己这么趴着，带他打针去，打了7天的针，得亏发现的比较早，哎，然后还真的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这个长得是太迅速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知道阿拉斯加长得有多迅速吗？当时买他的时候查了好多，然后买他那个人家那个卖我的那个主人。人家说你要一定要多喂这个鸡架子，像每天上这个市场给他买的鸡架子，我天哪，这鸡架子是真脆呀，我估计人吃完了都不行啊。好家伙，长得那个快呀！但是谁家小孩想长个吃鸡架子可不管用啊，我这说宠物呢。天哪，长得这太快了。不过我们大司唯独一点好处，你别看这大桃脸，但有一个长得最难看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长得最难看的时候？但是都渡过来了，还好。亲一口，这么多人看着你，给我亲，你就亲一口，就一口。你看我们家这狗，我不知道你们家这个，你们这家里头这狗都什么样？我们这怎么这么拧啊？这从小都这样，我真服了它了。从小都巨拧，然后这养阿拉斯加有一个问题，你们以后养这个阿拉斯加这种犬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脱毛期，就是变毛期，这个期间这个狗是最难看的。你们知道这个当时它变毛的时候多难看吗？当时真的我这要不是能狠下心就给它都想给它扔了，巨难看。哎，但是它那个毛一变过来以后，就变得就比较好看了。啊，我们家白白，我从这里还能看你舔呢，白白。舔腿可以，不能瞎舔啊！你给我卧那儿。倔强不倔强？那儿一个，这儿一个，这俩是兄弟，白白是老三，这是老四。当年他们家大母猫，那不看你们能看见那儿吗？看我指着这个位置，这是他们的妈妈，都没舍得扔他们。
当时这个配猫嘛，然后这是那个母猫，你们看得见吗？今年全都出镜了。好，反正这个视频也留下来了。也我其实特别想有那么一个视频里头，然后把他们都带进去，因为把这个时光留住是吧，他们不可能陪伴咱们一辈子，对不对？但是在有效的时间范围之内，他能给咱们带来快乐，咱们也应该给他们带来快乐，是不是？然后这说到这变毛期，一会儿我一个给你们讲啊，今天我跟你们说这事儿，你们现在谁要是有知道的这个膀胱猫的膀胱结晶，是反正医生跟我说的是治不好，然后只能是调整它的饮食，调整它的水，就别喝那种咱们的那种就是自来水，然后都是纯净水，然后都调整完了以后，至少吃药，然后得半年以上才能恢复它的这个病情。你们有知道的，谁要是有知道的哪位大神，然后大家可以这个私信我，让我知道一下这个到底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求助谁不如求助咱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么多好朋友，大家你们要谁能知道，肯定有这个这个兽医方面的高人啊，知道的就帮我解答一下，可以私信发给我，然后我回头我看看怎么给他治疗一下，反正今天就开了药了。然后正好就借着这机会呢，我说想就问一个问题，我这下去以后我说也不太值当呢，然后我说直播一会儿吧，然后就是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会儿，说到刚才在变毛的时候的事儿了。现在才好看，现在大思你看，别看思思现在已经这个，有时候反正我到长春不敢提思思，为什么？因为主持人叫思思啊，说了，但我也跟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狗叫思思，我跟人提过，但是不好意思说，我再说我们家达拉什么样，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他说的他这变毛的时候，现在好看的，他是一桃脸，有桃脸跟十字脸，还有灰灰，还有灰白黑。我当时没敢买那个十字脸的阿拉斯加，因为我觉得十字脸的阿拉斯加看着那个样子太凶了，这桃脸的显得可爱一点点。大斯你好，让他看，哎，看是不是特可爱，过来过来，来仰视，让他们看一仰，让他看一侧脸，看我们侧颜，看我们大司侧颜，是不是好看？看小桃脸，小桃脸，是不是好看？但是现在老了，也有点都有点这个白的，这有点大司都十岁了，这不是吗？看什么呢？看我，你看就不亲，你发现了吗？多拧三回了吧，不给我面子，不理你了。握着吧，啊，有一个这个变声期，不是什么变声期，变脸的那个期，然后度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现在这么多年了，反正就是一直养着，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刚才从我身边，这个是那个这白白的妈妈，像吧？这是一美短。这当，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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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脾气大，这买回来这就脾气大，但是跟我们关系特别好，就爱咬人，看，就爱咬人，一会儿不定康就给一口，就这么个货，这是白白的妈妈，啊，当年这个让他就是跟别人，这到时候这还有一段趣事呢，一会儿再给你们讲，真的，我谁我也不问，现在问我这愿意养猫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我是不需要问别人，因为咱们经验太足了，打小就养。现在就如果有哪方面的，我的意思是有哪方面的这个，医生、兽医，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就是告诉我怎么着，就是我说的是兽医，哪方面的兽医的高人，您可以给我发个私信，跟我说说这个膀胱结晶是怎么回事。那至于如果说怎么养猫，怎么养动物，我觉得。我不算是王者吧，但也至少也算是个大师或者钻石了。我觉得，咱也打小就养动物，从那么小我就养动物，啊，然后就是说到他的问题，反正就是，然后后来，你这要不说养什么动物，这都是嗨，
真的命里该着你就养这些东西。刚才那个你们都看这大猫，养完它以后，完了养到大四差不多三岁吧，我养大四三岁左右的时候，三岁四岁啊，然后说这个它一人怪寂寞的，然后我那会儿因为好长时间，我那会儿没有这个养这个猫了，然后一直都是原来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养猫。我说我再养一只吧，养一只什么呀，然后养一只这个美短，然后说养一只美短嘛，就养的刚才我没给它起名，反正就叫大喵，因为它来的时候是我去的一家这个买猫的经历也挺神奇的，这个在网上找了专门卖美短的，然后哎呦找到这个卖美短的这个人，然后去的这人家，这个人呢性格呢有点我台上的表演风格，你们懂得啊，大概那个风格，然后当时我挺害怕的，然后去了以后，然后他们家养的巨多的美短，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这一地儿，然后他圈起来那么一块，拜拜，不舔了，最后一次提醒你啊，鞋飞过去了一会儿，你看你们看他一直舔，人说不让他舔，应该给他戴一脖套，我一直没给他戴，讨厌的玩意儿。然后这个他们家就是比如说这一块就圈起来，那一块圈起来，然后有那么一块地儿，然后就是差不多三四块地儿吧，每个地儿这个圈起来的地儿差不多都得有十多只小美短。然后他反正他跟我说，他说你看那个大公猫啊，这是母猫，这些都是他们的孩子。我这当时我懵了，你知道吗？我说他们是骗我的吗？我说这个一个公猫一母猫一个圈里头有20只，三个圈就得有60只，一窝猫差不多猫三狗四，就是说四个月它生一窝的话，就说三个月猫三嘛，它怀了以后它生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它得有缓冲期，它有缓的时间呢，那也不能生60只猫啊，这得多长时间生60只？生完了以后，合上这30只只长完了，这30只刚生出来，这样平均的长，我说这骗我也不能这么骗呀、啊。当时反正嗨，我就得了，那你说就说吧，人的风格咱也不敢说什么，就跟我在台上撒泼，你们也不敢怎么着似的。然后就挑吧，挑了一只大喵，当时跳它的时候就特别倔强，就是咬我，你知道它呀，它老咬着你。啊！结果回家，他的风格就是，动不动就特喜欢你的时候就挠啦哒，就咬你一口；挠啦哒，就咬你一口。这是他的风格，你知道吗？大喵就大喵，大喵来来来来，大喵听话，大喵一叫就来，不怯场，来来来，大喵来，来，过来，正说你呢，说你这种风格，你别咬，哎，你看看，咬了吧，就这样，过来过来过来，不说你，大喵，喵来来来来来，来，没事，过来过来。他就老，你看一激动就也咬你一下，你知道了吗？嗯，没事没事，他正常，他就这风格，来来来，来，哎呦呦呦呦，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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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你待一会儿，大喵就是这种风格，但是好猫是好猫，谁都咬过我们家，他咬他不是真咬，他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可能落下点病，然后咬我们了一回，啊，集体打针去了。啊，大喵立个功，是不是大喵啊？啊，哎呦呦，你亲他也不亲我啊？行行，你看他们俩还互亲呢，他们俩倒挺好。哎，行，别打架呀，这会儿这是直播间禁止打架啊。嗯，你看他还答应呢，反正就是这么点事儿。握握吧，喵，握吧啊，握着吧啊，嗯。啊，行，还在大司跟我说话呢，行，来亲一口，亲一口，嗯，坐着吧。然后这个就是养一大喵吧，然后就是把大喵给买回来了。当时多少钱，我是真的忘了。然后这个，反正就在那60只当中吧，挑了这么一只。我也想赶紧买完，赶紧跑了，那太恐怖了。他卖我的这个商家。去的，反正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双井那边吧，我记得，完了怎么着的，但现在说也无所谓，我也不知道人叫什么，人家也不会认识我，是吧？
然后买回来，反正就当时小小猫都可爱，是吧？你们有这个养这小猫的经历吗？小的时候都可爱着呢，怎么叫都是小奶音儿。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就越来越长大了。然后他跟他，他一般他让着他，他不让着他，我们家是这么一情况。白白干嘛呢？我从这镜子里看，白白。打完针了，应该打完针应该舒服点，就这么倔强，看了吗？今天这直播了，他就上那边卧着，他不过来了。还是我们大喵好。嗯，好好好好好，没准这弄，我现在抱他，你们知道现在抱着一个他就是危险到什么程度吗？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他会反身夸给你一口。然后这个大司的事儿啊，这个喵咪几岁啊？大喵得喵。你是14年，哎，差不多14年吧，14年到现在22年，8岁，大喵8岁了，还真是大喵得8岁了，他比他大3岁嘛，应该是，大喵都8岁了，喵，你都8岁了，哎呦，天哪，哎呦。我天哪，都8岁了啊！行，你最大，你老姑娘了，你都是。哎呦，我天哪！哎呦，老姑娘，亲一口，这挠挠，亲一口行吗？你看就不亲，第4次了，再不给你面子了。然后这个，咱们一边聊着一边啊，我每回都重复一个，你们别嫌我贫啊，有养猫这方面的这个兽医，大家请私信我。猫的膀胱结晶具体应该怎么治疗，然后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这边医生跟我说就是让这个吃药或者打一直打针啊，他就算尿出尿来了说也得打针什么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宠物医生请大家可以这个私信我，谢谢各位啊，私信我啊，我让我了解了解这个膀胱结晶是怎么回事，我就不上百度查了，因为我觉得百度上查的有各种这个原因，没准还让给猫贴面膜才能把这膀胱结晶治好了呢，是吧？咱们就不查了，觉得很尴尬。然后这是说到它，然后你们注意啊，以后养猫咱们算是王者了，这个配猫，如果你们要想给你们家的猫找一个好的这个对象，找一个好的对象，你们一定记住了，千万千万要倒根儿，不要相信这个人跟你说啊，你放心啊，我这个猫是什么什么品种，他妈什么，就别信他，知道吗？大喵我们就上当了，当年大喵是2岁的时候，因为你想白白今年6岁，白白6岁，大喵8岁，对，没错，2岁的时候，大喵2岁的时候，然后那个说去给他这个找个对象。剩下窝小猫，如果能留住呢就留住，留不住呢，这个当时就问了一下，就是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能接纳这个小猫的，谁愿意养。现在3个猫加上它都做绝育了，到时候一会儿给你们讲它的奇幻经历。如果不做绝育的话，你知道你们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不给猫狗做绝育啊，我说错了，你们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吗？就是很恐怖的后果，这一会儿再给你们讲，这是一后面的这个事儿，知道吗？这养动物我跟你们说能经历的我都经历了，但是这个猫的膀胱结晶我是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哪方面的宠物医生你们可以啊，宠物医生，我再说一遍，宠物医生可以这个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向您请教一下。然后这个说的给猫这个找对象的这个事情，哎呀我天哪，这也是一段这个就是比较奇幻的经历。但完了就是给人找到以后，然后就说这个，他说这个猫啊，他这也是一个美短，当时我看了照片觉得公猫长得还挺憨憨的，我们觉得长得就挺逗的，你知道吧？然后就说去给他配吧。然后当时这个大喵呢是比较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喵是一个比较内向的性格，你们刚才看到了吗？啊，这是大喵，都快分不清了，大喵看，这就是大喵，看回头那表情，看了吗？是不是倔强？3个倔强的小猫，然后加一个倔强的大老狗，啊，你看，大喵，
他就比较倔强，然后说当天他一直人家给我一直发照片，说大喵一直躲在那个洗衣机后头，这是我当时的印象。然后说那完了，这第一天，等第二天的时候说白天醒了他还躲在洗衣机后头，我说那要是不行，我说这个就，我说就别让他配了呗，是吧？老躲着你这玩意儿就配，你叫怎么回事呢？咱就别让他受这罪了。后来我们就去就去接他去了，然后这个主人还挺开心啊，这那跟我们说一大堆，就那边的那个公猫的那家，说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去吧啊，等给大喵抱回来，哎。抱回来没发没几天，发现白白就是怀孕了啊，不是什么白白怀孕了，大喵怀孕了。然后当时就挺开心啊，那边也挺开心，就是说这个挺好啊，怀上了就好，到时候我们那个要一只，还跟我们说呢。嗯，我们挺开心哈，生一窝都是美短是吧，也挺好的哈，因为他们家猫也是美短嘛，我们都看照片了。结果等生的时候，头一只老大出来，因为这个生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这叫什么呀，那个连着脐带的时候，他会有那个羊水啊，羊水破了以后，他那个保护他那个膜掉了，然后他就是帮他接生嘛，他自己家里养的猫接生都接生不出来，然后他比较那什么，然后就帮他接生，突然就接生出来了，然后发现这个因为时间太长了，他那个膜破了，啊，当时老大就这个因为很不幸，是吧？然后就这个憋死了，就完了，然后剩下出来完一啊白白大花儿，然后还有一个是老二，白白老三，哦，那个大花是老四，那老二长得好看，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朋友。就看上了以后就说那个能不能把这只给我，当然那我说你能好好对他的话就给你呗，然后就把这个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好看那只，比较像美短那只吧，就给了这个我的那朋友。然后后来白白跟大花当时确实也有人要，但是呢要的时候呢，我就问我说你能不能好好对他，麻烦那这那的，万一他说那我没准回老家的话，我就给他先寄养在别，我一听这个就算了，我就怕这个，比如说你养了以后，万一因为工作的调动啊，或者因为家庭的这个原因，咱们这个对猫不，对猫这个不好，是吧？咱们这个就是得对他负责任啊，是不是？你不能像外面那种猫似的，然后就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生出这么一个来，然后白白长得当时是最好看的，然后还剩了一大花儿，发现哎怎么弄出一个棕色的，然后就问他，他告诉说美短里面美短大喵，哎呦呦呦呦大喵，美短里面有一种猫叫三花，说白了就是棕色的。我再一细想，什么三花不三花的，其实就是这个品种比较杂，你们知道吧？你们明白什么叫品种比较杂吗？就你们不要相信他之前他这个他自己本身这个猫长什么样，他给你配出来这个猫就是什么样，不是。要往上倒，他的这猫的父母再往上都得是至少两只以上，都不能有别的品种，你才能可能倒出一个你家这个猫生出来都得是一个样的。然后当时完了问他还要不要啊，那家人跟我说那我们就不要了。我说那你既然说这三花这么好看，为什么你不要？那我也先不要了。我一听这个，哎呀，就是上当了。所以你们记住，一定要为你们家如果有小猫的话，千万不要相信随意的找一个这个主人家的这个猫就去跟自己家的这个猫，如果想要比较需要纯种的话啊，要中华田园猫就算了。阿斯，怎么了？嫌我说话烦了？那我少说两句行吗？我知道一会儿咱们出去尿泡泡去啊，尿泡泡，然后咱们回来睡觉觉了，好不好？明天下雪了，是你最爱的日子。明天你出去玩雪去，好吗？阿拉斯加不就是雪橇犬吗？就应该在雪地里玩，对不对，大斯？明天下雪，明天真有雪，明天出去玩去，行吗？
那既然明天下雪，能不能亲我一口？行吧，你就亲一口。你看，第五次了，亲一口，就一口，就一口，亲一口。姐给他们讲讲大喵的事。哎呦喂，天，你看拧，你们养这狗有这么拧的吗？啊？嗯？再拧一个。哎呦，老跟他闹。大思思逗着呢。然后这个大喵陪完了以后，然后说的刚才这个为什么，然后这个这个猫跟大喵当时给我们都咬过是为什么，这个反正也是一种交流哈，大家你们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我不聊了。这猫这狗这事儿反正就特别多，那可乐的事儿巨多。当时我跟我妈，我们俩，我天哪，就大半夜我跟我妈，我们俩被咬了，你知道吗？你们知道被自己家猫追着咬是什么感觉吗？你还得躲它，真的，这别看猫小，它疯狂起来你根本拦不住它，它往你身上跳，你知道吗？我天哪，我跟你说，你们要防范这些东西，这都是经验。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不要有的小姑娘，完了或者小男孩，你们说哇，我想养那猫，养完了以后你怎么对它？这是经验，要不然你们会受伤的。我跟你们说，当时我的后背、大腿都被咬了，我天哪，可恐怖了！你们要愿意听，就跟你们多聊一会儿；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真的太逗了，这些事儿。今天借着这机会跟你们多聊一聊，啊，然后顺便再插播广告啊，有哪方面的专业医生兽医啊？大家不要嫌我烦啊，我说的是兽医。如果对猫有经验就更好了。膀胱结晶是怎么回事？您可以私信我，让我知道知道。我这个我好知道，就是因为给白白开了一周的药。然后您要是有哪位宠物医生能跟我说，就是吃什么药，或者说应不应该打针，或者应该怎么改变饮食，您能跟我说的比较细致的话，我这挺谢谢您的。因为头一回经历这个事情，就是白白七岁公猫膀胱结晶，我不知道是。就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啊，然后大伙儿让我问朋友，好多人都说问师兄弟儿哈，但是就是没必要，这是问要问医生的，要问师兄弟儿养猫的经验，那我很多，你们知道吧，是这个原因啊。嗯，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跟你们说我是怎么被咬的啊，就差一点我可就毁容了，真的。绝育都做了，所有的猫啊狗啊绝育也挺神奇的。到时候我跟你们说，这又是一段神奇的经历。你们要不听的话，回头你们真的，你们会受很多伤害的。我没骗你们，真的。大喵生了孩子以后，它可能就是猫一定要有这个，你们要让它生完孩子以后好好对它，一定要让它的心情要好，你们明白吗？当时这个猫生完孩子以后，然后有就那个大花吧。你们能看见那个大花子吗？就卧在白白旁边这个，就这个，就这只猫，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性格是那种，你们知道什么叫蔫坏吗？蔫人出豹子这种蔫坏的感觉，就是这只猫，知道吗？我最恨的就是它。然后大思那会儿睡觉，就一定要睡在沙发上，啊，睡在我妈旁边，我妈这手，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么一摸，就能摸到它的脑袋。大四就跟我妈就好成这样，然后就跟奶奶睡嘛，所谓的就是，然后呢，小猫啊，它要能往上爬了，它顺着那个这个沙发垫子往上爬，爬可能爬到大四肚子那儿去了，大四就不注意，啪，就换了个姿势，掉个头，这么一坐，可能压着大花了，就那只就现在就是这儿这只，压完大花，有大花的嗷一声，小猫嗷一声。这个妈妈不干了，爱咬人的这个妈妈不干了。我的天哪，他们以为我们把大花吃了呢。突然间大喵发疯似的对护崽儿，突然间追着我妈，正躺着睡觉呢，是最无辜的，正躺着睡觉呢，刚起来这一坐起来，老太太刚一坐起来，大喵就以为是可能就是我妈干的，上去扑就先给我妈一下。我妈赶紧上那屋叫我去，哎呀，忙忙忙，开门开门，忙开门。完了，我那屋我得开锁着门呢，我得睡觉啊，我得把门开开了。一开，我说怎么了？
我妈这脸这儿就都流血了。我还说呢，我说怎么睡着觉，我说怎么给睡着觉去流血了。他说大喵咬人。完了我说怎么咬人，说单大花叫一声大喵咬人。然后这会儿大司就过来了，大司就往我这屋走。我就看这大喵就追着这个大司咬，大喵就狂咬吧。啊，你知道大猫扇嘴巴知道是什么样吧？啪啪啪啪，就一直扇大司嘴巴。大司吧一闭，他一闭眼啊，然后他毛多，是他就挡着大花的那个爪子，他也无所谓，反正挡着，他没事儿。那他都是毛啊，对不对？然后我看见大喵了，我看他在那儿了，然后我说大司你起来，我说大喵，我这刚一过去，他扑就过来了。我反应多快啊，我多机灵啊，是不是？我这一闪他飞那边以后，然后我就看我就给我妈地址擦血呀、啊、他跑我后头去了，从我后背夸你知道吗，抓着你后背就来了这么几道，然后我给他弄开，因为还隔着衣服呢，冬天啊，然后我就弄开以后，然后隔着裤子照我大腿跳起来，咔又来一下。这就疯了，这个猫当时我们就想着这猫没法要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都躲起来，不值当的，因为一猫你知道不值当的，你知道吗？一家子全受伤了，你明白吗？因为一只猫，一家子都受伤，就因为你，原谅你了啊！然后因为是产后抑郁症，是不是大喵？行，好，没事，劝两句，那就说他不开心了，一会儿让你们再看看产后抑郁症的这个人，这个猫，然后这个。当时就都咬了怎么办呀？当时完了，后来就给他关厨房了。关厨房以后说第二天打针去吧。完了第二天集体打针，因为我跟我妈，然后我们先擦血呀，真的，我妈是脸上、肩膀，我是后背好几道子流血，大腿流血。他咬，他别看他咬了一下挺狠的，然后咔就反正第二天就打针去了。那他还就他没事，他们俩算姐妹了吧？这是他姐姐，这大喵的姐姐，他没事，他毛多，他一闭眼，反正随便挠吧。大司一点事儿没有，但大司我们就是脾气好，没恨他，是不是大司？嗯，啊，是我知道你没恨他，我亲你一口，亲你一口，哦，咬尾巴呢，哦，开心了，亲一口，我亲你一口，嗯，你还呼呼我呢，就这个宁死，那舌头伸出来亲一口，舔手。这行，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舔我手吗？因为刚才摸了他耳朵有那个味儿，可爱吃自己的味儿。这个当时因为大喵后来就都受伤了，然后前两天大年二月一号是我生日，二月二号是大年初几我忘了，因为就又是他大司，哎，是大司还是谁，反正就是完了那个白可能踩着白白的脚了，我妈踩的，我忘了是怎么着，是踩就是喂它吃嘛，一踩可能踩着白白脚了，白白嗷一声，那个大母猫大喵又不干了，哎呦我天哪！然后给白白结果吓得这个他那个膀胱黏膜脱落，当时又尿不出尿来，以为是尿闭呢，然后带他查去照各种片子都没事儿，结果这不今天了吗？隔了十天了，突然他又这种状态。然后人说可能也有点膀胱黏膜脱落，但是这回多做了一个 B 超，因为过完年了嘛，就能做 B 超上就显示说是有点这个膀胱结晶，所以呢我就是说这个想找一个这个专门是宠物的医生问问这膀胱结晶是怎么回事。你看大年初二到今天是2月12号，隔了十天了，那就今年大年十二了，又马上该大年，又该吃元宵了。好家伙，大四该吃元宵了，饿了，吃什么馅的呀？你想吃什么馅的？黑芝麻的行吗？我爱吃黑芝麻的，行吗？乖，握手，握一下，握一下，看我们大四会握手，会，就是岁数大了，再来一遍，给看一下，会握手，来握一下，最后一次了，快点，就握一下，抬起来就行，大四啊。大四前两天也病了，大四前两天是为什么病呢？是因为这个后腿啊，它太沉了，它100多斤，哎，不到100斤，好像80斤吧，80斤，它后腿抬不起来了，
然后我给他还买，还差点买轮椅呢给大四，然后吃了点消炎药，吃了点补钙的，我们大四又站起来了。然后结果现在就是，除了每次溜的时候，然后拖他一下，基本上就不让他站起来，就让他躺着就行了。每天得在外面自己，我们得放风，得放一多小时。然后就是大四，这是腿养这种大型犬，你们都记，你们听的这个来，产后抑郁的这个，你们看这表情像不像杀手？哎呦呦呦，天哪！哎哎哎哎哎。行，夸你呢，这就是他，看了吗？就不能再动了，再动了就一会儿就毁容了，开箱你们就见不到我了。这就是他，你知道了吗？这养猫，所以这跟你们说，这一定注意，一定千万注意这一点。生了小猫以后，一定要让它有一个好的恢复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相信有的人说的什么这个。公猫首先啊，反正就跟大家聊的，就公猫一定要做绝育，及时做绝育，能做了以后，然后母猫人说，比如说母猫或者母的，狗狗哈，然后说这个，比如说生过，下过小猫下过小狗以后，然后说就不用做绝育了，别信，知道吗？这个货，大喵，就这个货，之前，然后本来就是。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突然他生完小猫，你看都多少年了，然后他就那一阵有点就是天天叫唤，心情不好，然后结果查他就子宫蓄脓，这大喵就子宫蓄脓了，子宫蓄脓然后做手术花了好几千，钱都浪费在这个位置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有时候想这事，你说你不救他不治他，既然是吧，就是一定就是，既然这个养它了，就一定要负责任到底。包括这个，当时没生过小狗，没让大四再去配狗生狗，是为什么？是因为怕它生完狗以后，它对它的孩子不好，然后我们也不想再这个让这个小狗这个生命了，是吧？咱得对它负责任哈。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我刚才看好多人说哈，你们这个谢谢各位，如果有这哪方面的宠物医生。请您各位这个如果能发这个微博私信是最好的啊，回头我登微博看一下这个。我是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龙子科招生的时候直播，所以可能有些权限我是可能关闭还没有开，实在不好意思。然后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宠物医生知道小公猫七岁膀胱结晶还没那么严重，现在只是尿不出来，这是第二次了，然后现在开了消炎药，膀胱结晶啊，宠物医生您哪位知道的，然后给我微博私信告诉我就好，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因为之前可能做那个龙子科招生没开，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微博私信就行啊。大四今年十一了，得大四，然后猫生过孩子以后，生过小猫以后也会子宫蓄脓，就说白了就是生过猫以后也得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做绝育做绝育，不要相信那些东西。做绝育它身体有好处，完做完绝育以后，本来大喵挺胖的，现在大喵就不挺瘦的，然后做完了以后就会胖起来，都这样啊。不会抑郁，猫不会因为做绝育抑郁，因为那是对他们有好处，对他们身体有好处。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大喵的那个老二，白白的，他们的那个哥哥，然后不是给我那个朋友了吗？他们家住的那个南锣鼓巷那边，然后就是搁在平房，因为怕挠着孩子，然后就没敢往屋里搁，结果天天拴着链也没做绝育。四岁的时候，就是他小公猫，就是憋的他都不行了，你知道吧？然后最后就是花了好多钱，他尿不出尿来也是花了好多钱，然后给他做手术。啊，哎，还有人这个知道我手的问题，手现在就是合不拢了，只能这样了。我一直没去医院，我说疫情期间我先不往医院跑了，我说不太合适。最近一直喷着云南白药呢，大家能看出稍微有那么一点肿，就合不拢，就病不上了。然后只能是一打开这个小拇指这个位置，然后我攥拳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基本上这儿能摸出来。反正就是说，估计可能是错位了，估计找一个正骨的。这就不麻烦大家了啊！我这回头我这开箱以后问问伦哥什么的，有没有正骨的老师什么的？我估计这手啊得是
先蹬出来，咔再插回去，我估计这儿能好一点。反正就只能到这儿，就比较疼了。然后伸出来以后，你看，哎，正常看，哎，啊，就这样啊。这手的问题咱不谈了，不影响演出，比什么都强啊。只要人在，手什么的，这不影响演出，这没关系。就是说的大，完了说大司，大喵那回吓着我们了，就是也是他这尿血，你们明白吗？尿血，然后结果做手术，完医生做完手术，他起，这医生有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宠物界的这个医生什么样啊，那子宫蓄脓，他的这猫这里的这脓块得这么大吧？这切出来的这个，他还给你看一眼啊，当时看完了以后，都是真的实在受不了了，这看完都吓得都不行了。是吧，从毕竟从肚子里面拿出一块东西来，这看的又有点恐怖。咱说实话啊，大思思，然后这个他大思那回是我们是说你呢，就说你那回子宫蓄脓呢，他也是，这赖谁啊？赖我妈啊。白白我已经带去医院了啊，刚才我看有人说带去医院，我已经上医院查完了，做完了 X 光，做完了 B 超，然后说是现在回家吃药先看一看，然后说是就是膀胱有点结晶，检查的结果是膀胱结晶，然后这个那就是反正就治疗，有没有这方面的主治医生能跟我们说说膀胱结晶具体应该日后怎么恢复，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啊。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啊，除了说相声以外，这个日常生活可能就表达不太清楚。然后就说这个我的问题就不谈了，说他的狗，然后赖我妈。为什么赖我妈呢？就是他不舍得给他做绝育，那就拖呗，拖了好长时间。大喵其实也是拖。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也是尿血，肚子不舒服，然后这个带大司看去吧，带大司上医院一检查，人说这个这肚子上已经都肿，肚子都肿了，然后带他做完了以后缝完针回家养着。完，等到拆线那次，带大司拆线那回，我有一个照片，是我坐车里头，我这么着拍照片，大司在我后头，我这么一拍，就看到这儿一个，他那线缝着那点，拿那纱布包那点，有一个大肿的块，这么就反正嘟噜着。当时我还想，哎，怎么这个肚子上嘟噜一块大血块，不明白为什么。还说呢，这是多长出来一块，这是。后来就带他去了，人说那个拆线吧，把他那纱布揭开，这不是线吗？刚撕一个线，这线应该一撕，他这几个线这一都蹬出来了，他这肉也应该长好了。我天哪，这一撕，大撕正站着呢，咵，这血就流下来，整个流就是往地下，一个大血包咚就掉下来了。那是我亲眼，就是开刀我们没亲眼见着，但是这个。那次恢复了一那个线一拉开，我天哪，太恐怖了，是不是大三？线当时你也害怕了是吧？就是我都害怕了。然后回去以后问怎么恢复，然后这个拿那药每天带他那个肉跟肌肉是分离的，当时那医生还把那手伸进他那个肚子里头这么摸，说没事，他肚子里这个针他缝两针，肌肉上缝一针，完外皮缝一针，是不是大三？然后肉手还伸进他的那个肚子里头摸，然后没事儿。哦天哪，再播差不多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会儿就完事儿了，给他们这个经历讲完了以后，就告诉你们养猫养狗一定要对他们负责任到底，要不咱们就别养他啊。但是这个养猫养狗真的讲究很多经验，经验是很足的，但是就是他们一得病，这个病咱不了解，对吧？刚你们说让我问这个我们师兄弟，但是这个问谁都行，但是关键是养猫养狗咱们经验很足，但是他真得了病了，检查出一个结果来了，这个结果有了，咱们怎么能把这个结果再给弄好了？这是有时候真的很麻烦，你知道吗？他你说有时候心疼他们是为什么？你说他有个病有个灾的，他说不出道不出来，咱还知道啊，疼，别弄我，滚一边去，傻了吧唧的，还能说两句。你说他说什么呀？他什么都不会说呀，是不是？你只能为他好，你这玩意儿。这11岁了，这么大的狗，寿命人说就10岁，打死10岁，是吧？10岁吧？啊，是10岁，13、14岁，还有这
三四年，但是呢你要这么想，他要是这个寿终正寝，能这么比喻狗吗？反正就是说吧，咱对他反正不薄啊，是不是？这一辈子吃吃喝喝的比我吃的都多，减肥明天开始啊，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听没有？啊，行，大四就不说了啊，就这么回事儿。每天哎呦也挺想他们，每天工作有时候想着，有时候也只要一有时间，当然离得很近，上我妈这上我爸这也得特意为了他们也得看一看，看你们能看见他吗？大花能看见了吗？这是那最坏的一个小猫，当然因为他全家打针去挠的，我们家全那我跟我妈都身上全是血，就因为他。大花过来，他不过来算了吧。几点了？11:04了是吧？行，再聊5分钟咱就下了啊。这个不能跟大家聊太多了，因为马上开箱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太晚了，不跟大家聊太多了，不能耽误大家的休息。虽然明天是礼拜日，是不是？养只泰迪啊，每半年对养什么都行。一好上一定要符合国家规定，要上户口，它也有户口啊。上户口是一方面，养猫不用上户口，完了每年打预防针。但其次就是，嗨。怎么说呢，就是猫啊狗啊它这个有时候得了个病什么的，作为咱们作为主人真的就是很心疼，很心疼。然后这不今天带他查了，又加上有那个膀胱结晶的这个结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头一回遇到这个医生检查的病例结果是膀胱结晶，什么时候开箱，什么时候开箱，那我也不知道，那您要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箱，那这问题问的。嗯，然后这个反正别耽误大家休息啊，也11点多了，今天本来就是我一想发个微博问一声，我一想不太合适，一想发个抖音，因为这发抖音也不太合适，然后呢一想直播一会儿就问一个问题，然后也不太合适，所以就跟大家聊了一会儿猫跟狗的趣事儿。然后其实还有好多呢，他们的趣事太多了。小型犬比大型犬寿命可能长一点，对，小型犬就是长，小猫也是差不多活的15-16岁都没什么问题，只要是骨骼方面没什么问题就行，多给它补钙啊，多补钙一般没什么问题。啊，我身体也没什么毛病，然后最近都是早睡早起，每天挺好的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没问题，该演出演出，该干嘛干嘛。嗯，然后这个反正就这么多，他们的事儿就这么多，还有好多这个更好玩的，比如说什么大喵是吧，咬人的，这跟你们说了，还有什么比如说跟大白白的趣事儿啊，跟大花的趣事儿都有，包括他小的时候啊，下雪第一次玩雪，我刚买新羽绒服，你明白，比如说特喜欢一件羽绒服，12年攒点钱说买件羽绒服，然后买了羽绒服以后，虽然羽绒服不贵啊，几百块钱，然后下雪，大斯是长大了以后的，好像就是能剧烈跑动的时候第一次下雪，他特激动，然后我在外面小区门口看见他，说大四，我这弄，他就噔噔噔噔，他已经很大了，跑过来，然后啪往身上一扑，两个大爪子扑弄在羽绒服上，然后哗都是雪，我说的不是咱流那血啊，是雪下的雪泥呀、啊，羽绒服也弄破了啊，就你对不对？最后来结尾了，你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咱结尾了，我亲你一下，结尾了行吗？呦亲一下。哎呀太勉强了，我天哪，哎呦太可勉强了。我那会儿拍抖音其实拍了一丝丝，然后哪天我其实我想拍抖音的时候把他们都拍进去，为什么？这个也算是给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完了给他们也留一个念想，是不是以后都能看一看，就是最起码咱们也度过一个，双方都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他也有一美好的时光，我也有一美好的时光，对吧？他给咱们带来快乐，咱们就是把他也得对他负责任负到底，对不对？大花啊，你们想看大花是吗？下回吧。大花比较爱躲着，他一般他不往这儿来，你知道吗？现在吃东西去了，没事就吃东西。
然后，嗯，有没有知道的啊？然后大伙儿就是您的主治医生可以跟我说一说，下回他不是尿闭啊、哦。刚才我看到有一个人是不是提了一个尿闭是吧？他不是尿闭啊。他没有尿闭，然后都挺好的，他就是有点，他说再严，医生说再严重就是尿闭了，但是现在就有点查出 B 超的结果，看有点膀胱结晶，说得吃药，他说照着半年吃，我一听好家伙，吃药照半年吃，这得的这膀什么结晶啊，这是好取出来呢，给他弄成钻石得了，是不是啊？戴脖子上以后呵呵，是不是？大哥逗着玩呢，傻了吧唧的，谁都骂，一天连狗也骂，人也骂，呵呵，我懂这个啊，这手是吧，手到时候回头我确实得看看去，这个大家也不用操心，反正不影响演出啊，不影响演出，该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有点，就是病种的话还分开，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要有正骨的，您要是正骨医师也可以私信我啊，正骨医师也可以私信我，咱该花钱花钱，只要您让我别太受罪，咔咔咔给我弄过去也行啊。那、这个然后这个反正马上也该演出了，然后这个咱们就舞台上见吧，然后有什么事儿这个咱们就可以在那上咱们多交流了。我很少把自己的私生活然后放到舞台上过多的去说，因为放到舞台上说吧，我尽量想的都是啊怎么能出点包袱，是不是啊，尽量不耽误大家，本来买一张票就不容易啊，能听相声是不是，咱们就说的都有点实质性的内容，我是这么一种人。然后如果这个咱们我能遇到一些个什么样的事儿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您有什么样的事情能跟我一起分享，然后咱们在这个闲暇时间，在不耽误各位休息的时候呢，然后咱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这其实都挺好的。你们要养猫养狗，其实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我，养猫养狗的这个经历真的还是挺那什么的，给鸟做人工呼吸这都是我干的事儿。嗯，上潘家园鸟市买只鸟买出来就不行了，还做人工呼呼呼，做人工呼吸还真做好了，刚一弄扑飞起来了，还飞了，得了，花钱买的飞就飞了吧，刚飞着，然后潘家园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会儿还有一个水，哎，是官员还是哪儿，反正我忘了，他有一湖，还湖飞着砰砰又掉湖里了，又死了，你说，哎呦天哪！那我觉得这件事儿，虽然说他死了一小生命哈，但是觉得也挺可乐的，是不是？他刚出来就不行了，你给他做人工呼吸，还给他摁心脏，小鸟鹦鹉啊摁好了，搁手里呼飞了。你看他，哎呦得了，钱白花了，飞就飞了吧，反正你能活着是不是？一会儿飞着，呜、通又掉下去了，你说也挺可乐的哈。这都是小时候的经历，怎么了？没说你干什么？怎么了？啊，握手，咱拜拜了，大四，跟他们行吗？嗯，跟他们拜拜吧，大四，咱们下了好不好？咱们该睡觉了，一会儿咱们上外头溜一圈，明天该下雪了，跟他们拜拜吧，大四。啊，跟爸爸咱们一起，咱跟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拜拜吧，好不好？嗯，然后大家该休息了啊，跟大家说晚安吧，来，看一眼正脸啊，就这么倔强。我是不爱动他，因为他屁股他抬不起来。啊，拜拜吧，啊。睡觉，一会儿你出去玩去了，该啊，行了，那就不耽误那个大家的时间了啊。然后人有哪方面的这个医生，宠物医生跟我说一下，这个膀胱结晶，我带一拜拜查出来的结果是膀胱结晶，然后需要他说吃药半年以上，然后我具体，怎么个半年，然后他是怎么能让他恢复的更好一点点，然后您要有哪方面的医生，您私信我，让我也了解了解。是吧，我头一回查着病理结果是这个，然后大家早睡早起啊，千万别熬夜，好好的啊，一会儿我看看，我都吃点东西，就是锻炼完了以后拜拜就来这么一出，这一直在上医院然后看病，看现在回来，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遇到的这个事情啊，我就不发微博了，直播一下不挺好的吗，大家一聊都清楚了，一会儿我估计我就回去看看私信去啊，然后大伙儿就是拜拜吧，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多吃点多喝点，咱们这个开箱见，啥事儿咱们就舞台上再见了啊，拜拜。不是跟你们拜拜，我说的是他拜拜，跟大伙儿拜拜，过来快点，拜拜。他今天疼了一天，这会儿打了一止疼针，可能舒服点，就一直卧在那儿待着去了，拜拜兄弟啊，没说你卧着，头低下去，拜拜吧啊，拜拜，跟大家拜拜吗？
来一趟，给个面子行吗？过来，过来，拜拜，过来。没有什么能吸引他的，你知道吗？你像这东西，要不说，哎，对他再好，他也对你也不好。行了，各位，拜拜吧。然后咱们开箱见了，今儿不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各位啊，陪我这儿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小猫小狗的事儿。然后咱们有机会，咱们再多聊一聊啊，没聊够呢。其实特别多可乐的事情，刚才刚说的，你想刚说的，他们绝育，他们这长大了以后还好多故事呢，愿意跟你们哪天咱们多聊一聊啊。拜拜吧，各位，那晚安了，嗯啊。么么哒了啊，特别恶心哈，么么哒，这谁？么么哒最早起源在哪儿啊？这是，拜拜吧，拜拜吧，早睡早起啊，大家都睡觉去吧。有时候这浑身上沾个毛，明天有雪，大家这个谨慎出行啊，然后这尽量是能在家待着在家待着，然后这个看看这个比赛是不是？然后雪也不安全，咱能不出去就不出门，挺好啊。大家待会儿，嗯，下回有机会咱们多聊一聊，借着这个有这么一好的一个平台啊，拜拜吧。那各位，我就不等您各位原来那样散场了啊，我就先挂了，不跟大家这多说了。回头咱们找一个这个猫狗的主题，咱们可以互相分享。啊，我有点饿了，我要吃点东西去。我锻炼完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我实在我得吃点东西，要不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舒服。但是吃也吃不了太多，这会儿吃点什么呢？这会儿吃点儿，要不要吃的时候录下来，发个微博呀？啊，来个深夜食堂怎么样？吃个什么去呢？一会儿再说吧。最近哎，对了。临下播再跟你们说一个这个好玩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记得啊，要如果吃辛拉面或者辣白菜的那个面，买小桶的那个，比买袋的面买大桶的泡着都好吃。小桶的那个、那么点小桶的那个，它泡起来那个面是宽的扁的，特别好吃。一定要吃小桶的辛拉面啊，无敌了，真的。等我先演出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把这工该有的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一定要我吃四桶，等着吧，吃四桶啊。行了，不跟大家说了，拜拜，咱们有机会再聊了啊，拜拜，我下了啊，打字跟大家拜拜，最后一次，来，快亲一个，亲一个，快亲，亲一个，亲一个，就一下，嗯，啊，最后结尾是这个。